大家好，我是小车总。今日早起哦，你讲我这个香蕉啦，啊，小甲整理一下呢。啊，香蕉迄个已经真大茎啊嘛，啊，但是还袂成熟，伊还阁三条三条，迄个规枝香蕉咧碰碰的时阵吼，才算成熟。啊，又栽长红的，栽长黄的，就是讲你免稳，再长落去哦，这样就可以吃。但是哦，栽长黄的哦，拢去哦松鼠碰去食去。啊，无要紧，今年哦，我要甲囥到吼，迄栽长黄的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一般都挂了这个稳嘛，吼，这个去催熟嘛，哎，啊，咱今年我也囥个，你的掌顶头的，嗯啊，啊可以吃这样，但是跟碰气松鼠分共享了，没关系的，分享一下，哎，啊，我是讲今年哦，尽量分享给那个买我那个 NFT 币的那个好友哦，啊，哎，分享啦，啊啊，有好的物件，咱大家分享。啊，开心嘛，就是开心这样。啊，今日要我修行，你来看卖者。今日哦，感官哦，卡得顺啊，魔术你看，这魔术嘛就水了，哦，魔术。啊，这个绿竹笋，很漂亮。哦。啊，今日今麦也愈来愈少啊，因为这。好像是九月几号，八号、七号、十号左右是北路啦。但讲恁北路贵哦，竹笋就一直减少了，就是端午到北路，然后这个时间，端午节到白露，看到竹笋的产季。啊，我只喝咖啡啦，今日。泡咖啡啦！哦，不用这加速了，较紧。那这瓦斯炉哩加滚水啊！哎，喝一下咖啡。咱是做开心的嘛，所以讲哦，啊啦做了甜甜啊休困，啊就喝一杯咖啡，哎，享受这个山中的宁静啊呢，啊有这个水这个。有水瀑布啊，那就怕的呢。赞！其实我做这个，咱讲这个吼，虚拟货币的叫做非同时代币啊 ，NFT 啊。我唔是要赚钱，要分享。啊，因为这个新的东西嘛，这个新的物件，啊，我得给它尝试看看，对，试看嘛。啊！要做趁钱啊，这要趁到底时，对吧？咱是要做开心的啦，这样。啊，大家来参与我的开心农场，啊，观看我的开心农场，啊，甚至可以去采收它，哦，去成熟的时候去采收，这种的享受嘛，吼，就分享的享受啦，哎。啊，自己开心啊，大家也开心了，对吧？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，第一是讲咱研究，有这个新的人发明的方法，啊，咱去尝试一下，是可行啊，只是大家参与度不高了，咱这参与人不高，为什么？现在人拢惊被诈骗啊，对吧？惊讲迄个叫。啊，这惊迄被骗，惊迄被骗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讲大家拢唔敢去尝试。咱伫电脑，咱爱种观念，讲你第一个观念，你就不会诈骗。你莫贪心，哦，对，莫贪心，你就不会被诈骗。第二，你爱自己做功课，袂使人甲你讲，
啊，你就相信伊。刚才我甲你讲，啊，你就相信，对吧？也不需要，你要去做功课，这一直功课一直做，做到刚刚啊确认了，哎，啊，你再去在网络上一定爱做功课。刚才我网络我学偌济啥？学电脑、手提电脑、平板啊、手机啊。啊，拢咧做功课，啊，逐项都甲学，对。顶工嘛咧学迄个啥，迄个写迄个游戏软体个啊，叫做 Unity 啊，嘛是咧学个，逐项学嘛。啊，加密货币嘛甲学，因咱莫去贪心，对无？啊，你贪心你就会去受骗。啊，加密货币你咧投资，你莫摕足侪钱落，吼？啊，你着摕少仔钱落就好。讲你要投资的金额，你个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，你个放在遐了。你卖看人，你这昨天的新闻嘛，有一个叫骗千二万的加密货币。啊，你着想讲要较好赚的，就甲落去，无迄个代志。投资无迄个讲较好赚的啦，较好赚的无轮到着咱，还了解？哎，袂讲啊，即单单翻倍，搁翻倍，嘿哦，伊家己去投资都，咱家陪人，他自己赚钱都。我来去，对吧？那好赚，伊家己去赚啊，袂伊头伊啊点点啊赚，袂去报咱赚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讲的有实有理。袂讲我投资这个偌好赚，拄偌好赚，哦，我叫你来投资，啊，若较好赚哦，伊袂甲你报啊，伊家点点啊赚，会甲咱报的吼，拢是一般的好朋友咧报伊讲，哎、欸，啊这比利息较好啦吼。你嫁银行就是较好，啊，安尼就这样。毛朋友投资基金的啊，基金嘛真好赚啊。啊，有时嘛去了着。我一个朋友嘛去投资个基金，哎、欸，伊嘛伊投资了千万的呢，一落就算千万的，对吧？嗯、啊，有时去伊顶几年赚一台宾士，啊最近哦，我看进前我了一台宾士，啊最近佫赚。最近比较好，所以讲投资有赚有了，嗯，所以讲无迄个讲足好赚的，足好赚你爱说你，对吧？啊，若讲比嫁银行的利息较好，啊，这可以接受。敢若我买迄个以太币同款，哦，起到千八点，我去买甲卖，佮卖袂出去。迄当阵我千八，伊一千零三十。1830点就往下坠，跌到1520，1520点。我设要甲卖是1850点，竟然卖无出去，跌出去无啦，搁跌出去搁拉甲1520点，啊，即卖搁回升到1700多点。所以讲投资哦。咱你爱种心理，讲平常心啦。啊，你唔通总甲落去，总落去你也困袂住啊！你讲，唔通安尼。我做开心的咧，投资嘛是开心的咧，对无？啊，做开心拢嘛是开心的。我讲者，我投资是啥物事？家己老伙仔的所费，对无？趁一下所费，趁一下佚佗钱，带老婆去佚佗钱。啊，你讲要趁较好个啊？看看好嘢，嘛是有一款人，伊是无，但少之又少。人迄拢是，迄款的，迄拢爱做几落十年的经验，你做主力操作，迄赚较好嘢，有可能。安尼散户吼，真困难，真困难。散户唔当是讲，啊你，咱赚钱啊讲哦，咱投资了一年中间，啊，刚刚赚钱啊讲，哦，有一年终奖金，哦，刚我一年。预设讲啊，赚一下7-8万，加10万，啊来做咱年终奖金哦。啊，过年发一下红包啊，红包发一下老婆对无？啊，囝啊，大家拢有红包，啊，咱快乐，大家快乐，啊，就好啊。你唔通我啊，一日落落去赚几千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的，唔是讲无可能，但是要轮到着咱几率足少。所以我们在教大家吼，投资用卧底方式，用你，咱是有时间，我退休有时间嘛，对吧？
你着带无，伊着遐咧上市场上下，加米货币带无，一直无，一直无。啊，搁较足悬的，吼，啊，卖落较足低，对无？啊，落较足低，咱才去啦。啊，你莫一边讲接足济啦，啊，接一个就是啦。哦，啊，搁若搁较接住啊，啊，若去咱着，家己莫插伊。反正落到这个所在，咱着，我拢想讲，像这个以太币，我着甲安算啊，若千三点以下，我拢要搁接住啦。啊，伊这边无落到甲千三，伊到1520，安尼。所以讲，咱投资哦，爱卧底啦，就是讲咱这款投资法是卧底。啊，你去哩做去哩啊，对无？啊，去哩拄啊，人讲哦，我听你讲啊，像。跌来，撑入土，跌头啦，撑入土吼，唔惊跌尾做红胎，是不是？我之前就撑咧1300点的所在，即马在顶头安尼，哦，甲1800、2000，啊，搁落尾来甲1500，我拢无咧惊伊着，啊，有财力啊，我咧甲伊藏咧，啊，迄个加密货币起起落落是你的代志啊，我嘛同我来做开心农场，对。啊，有遐落的时阵心情会较歹，啊去到2000的时阵心情会较好，啊，这是事实啦，这人很现实。哦，我到2000的时阵嘛真欢喜，我想要甲卖的，对无？卖一寡，赚一寡所费，结果卖无出去啊，啊卖无出去无紧啊，嘛欢喜就好啦。所以讲，遐讲的这种享受啦，开心农场。啊，甲我的做 NFT 啦，啊，甲做投资啦，啊，大家开心就好啦。啊，今日我就讲到这，好，谢谢。